这把紫禁城打不赢啊，是谁？对不对？这把我说句实话啊，这把紫禁城，对吧？你这风阵大克对面大唐女把比花果女把总归强一点吧？你打不过对面，是谁啦，小王？看一下风阵大客对面阴阵，观战方这边物理系5%的速度加成，对吧？肯定比对面花果山快。女儿村这个点也不好说，因为观战方这边有符阵，速度加持13%啊，对战方15%，那么观战方这边女儿村快过，只差了跟对面只差了2%的一个速度加成，所以说有可能是会比对面快的啊。老王这个黑虎掏心这一套锦衣有点帅气啊，有点帅气。像一个像那种对吧，动漫人物，对不对？动漫人物很帅，帅不帅？黑虎掏心怎么样？帅不帅？互动是吧？好，好，金刚拉上啊，对战方也是一把金刚啊，黑虎掏心选择上了一把啊，防止你琴音三叠，对吧？观战方面直接开封印招了。感谢冷少送的20个这个锦囊，非常感谢啊！漫天啊，先叠一叠，对吧？亲对面网易涵的宝宝啊，对战方也是清一清宠啊，两边都是互相，因为毕竟都是女拔的阵容，对吧？先互相亲一亲啊！四叔已经转为花果山了啊，首秀对吧？四叔花果山剑会首秀，物我两忘，对吧？这个物我两忘还是有花招的啊。很强啊，保级了，再来一只啊，800刚好，两边互相清掉队长宝宝。花木兰跟草木兰是一个人吗？不是，草木兰肯定是没有花木兰好，花木兰是一朵花 flower， 草木兰是一根草，草，懂了吗，兄弟们？不要再问主播了，好吧？好，破甲术啊，给了观战方这边女儿，应该是提前破啊，这时候也不至于直接会点啊，凝滞啊，再拿到女儿的一个速度，稳固风势的，对吧？继续拿风势一个速度啊，对战方开封印啊，四叔肯定是要清宠了啊，没有清宠就估计对平感连半天，有可能破血也是掉了对面一只宠啊，杀威铁棒。招蛇，太子爷直接蛇换宠，哎，对战方这是三力劈，亲自撩蛇的话差不多，刚好感觉，啊，感谢苏州一本通兄弟送的10个锦囊，感谢一本通啊。好，力劈有金刚，4600啊，鱼岛的力劈伤害是真的高，这是大蛇果不落了，滚，包裹，很强啊。草木兰是女号没上啊，上了那个对吧？啊，你们觉得紫禁城打不过对？这紫禁城是什么？还是觉得紫禁城打不过对面啊？觉得紫禁城打不过对面的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人觉得紫禁城打不过对面？这打极限大克，嗯，你们是被老王洗脑了吧？你们是被局长洗脑了是不是？你们他妈，哼！我觉得这把稳健，对不对？这力劈青蛇3000没暴击啊，第二只有金刚，至少3500吧，感觉3900 OK， 再来一只3300小怨灵，还刚招了，没化妆 A 不动，有护盾，这条蛇锁血。恶心，这条蛇这锁 glass 就差那么一点点血，你说这种太难难受了。他包舍啊，对面的时钟森林是包舍的，这化身死啊，包舍啊。哎，对了，对战为什么没上小熊彤彤啊？为什么？
开除了，太菜，因为泰拉改名字了，熊总温机了，没上小人物彤彤，对面蛇保住了，不过有护盾嘛，对不对？有护盾还得有一千多血啊，奇塔对面金星局啊，确保化身师能够舍身出局，舍身取一万一撸满，去掉金刚光辉打一个大狼，要平砍青蛇了，要不然清不掉啊！这四力 P 在场也没用啊，平砍青蛇对吧？漫天有没有啊？没有漫天，打了100多点血，又触发了一个护盾，这还请的铜头叠臂啊，四出师，护盾打起来了啊！对战方也准备双招，主战方这边一条蛇被清，对面的蛇还在啊，始终不是特别有点膈应啊，鸟招一个，自行车现在打 PK 在改变对吧？你看以前自行车从来不招鸟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见过自行车以前招鸟吗？真不招，以前啊四千。5000，该6000了。嗯，这是绿的9000，这是绿了，兄弟。对面是神了。但是主战方这边现在还行，因为对面输出并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输出技能，大家可以看到对战方啊其实并没有他们特别好的输出技能对吧，花果山输出技能一旦不好的话，那么主战方这边力劈能保得住，力劈能保得住的情况下面，青蛇还算是比较 OK 啊，比较能够对吧好清一点，因为这几只力劈的伤害大家也看到了相对来说非常高啊，伤害还是可以的啊，法系拉蛇配就行，大狼可以继续平干清戳蛇，顺便可以破保护力劈再跟啊，是要把这条蛇清掉，毕竟神过了，对吧？或者这转战清牛，这我的清牛是稳妥，啊，清蛇不一定清得掉，清牛稳妥。师叔还是没有输出技能，对吧？师叔头上龙虾卖不卖？卖啊，兄弟们，龙虾怎么不卖啊？加微信好吧，兄弟们，加微信小龙虾啊，龙虾肯定是要卖的啊。加就行，加上微信，对不对？吃一吃。啊，水清啊，花果。老王也带水清，小爽点了之前点拔木，这把对战方是不会防的啊！1500开刀，3000。法系是加了一点难，要不然切上去可能还要凶一点。2000啊，旗子一把，对，状态拉满了，这花果。好，琴音三叠，哎，够了，伤害没有什么大的问题，点死小死亡5回合啊，并没有因为拔木的一个被动触发的那个被动导致减少一回合啊，这样的话力劈再去青蛇3600神过了啊，正好血赚，对不对？蛇清飞拔木点死，下回合把它牛一摘，四叔刷把当头，我估计得点紫禁城，真的，四叔要是刷把当头啊，可能要点紫禁城。不跟你嘻哈，对吧？毕竟是物我两忘有当头，真要点，你看，对吧？水，对不对？真点，不骗你，好吧？真点，火，对吧？少死，看到没有？是不是啊，兄弟们，贴不过花果山伤害你再强，对吧？没暴击，暴击我估计不贴了，暴击要贴一下把人类贴死，对吧？我是不是很了解，对不对？哎，解说猛如虎，指挥就温机，那是的，要不然怎么是一个解说不做指挥呢，对吧兄弟们，对吧？要不然怎么就只能做一个解说呢？他要不然我就拿走指挥去了，对吧？我要带领紫禁城夺冠了，对吧，兄弟们？
直人啊，小死挂了一把啊，再点花果但没挂中啊，当头腾挪了，不像猪鹿这的大狼子干什么了？啊？这个大唐干了件啥事儿？有人帮我分析一下吗？我现在分析不出来。没血扫，没配速吗？宝宝，是宝宝没配速吗？起来了，对面。啊，飘。出虫打辅助了，对吧？准备招蛇，继续护盾。没，哎，说实说这个技能刷的，这刚转花果山是不太适应是吗？他技能刷的有点不太好，人家刷技能对不对？该当头把把当头，对吧？然后该飞机把把飞机，你看这师叔。就一把输出一把断，一把输出一把断，这样子。招红我，这把是泼天杀威加成真，第十回合。蛇招出来，观战这边怎么说呢？现在没有换魔，还是那位没有什么好，没有什么换魔，对吧？点花果山不太现实，对吧？虽然点杀环境还可以，但这时候你没蛇啊，点死对面收益也不是特别大，而且有个护盾啊，不好说。所以大概率执行城还是先清蛇。对吧，先清蛇，先保自己的一个召唤物，先自己先招东西，招小东西。这把其实点杀环境还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对面女儿被飘中了，对吧？失于身上，先风花果中啊，无魂，无魂地府宝宝水清花果闪，你看这地府疯狂水清，这黑虎掏心啊。对，先清宝宝了，平搓，飞一把，三千三，一千八没爆，爆了，没爆，爆了一个，爆了一个，不合格，好吧，私处的正常一把飞机有旗子的情况下爆三个，算得上一个合格的一把飞。五千八啊，贼这力皮伤害很高啊！啊，这次，对吧？你看这力皮伤害，这力皮伤害侵蚀是太快了啊！属实，两千六，这大唐宝宝比较耐，不行，伤害是够，对吧？四十力皮是刚好，也没神，跟以前的力皮相比，这加点现在还是，对吧？稍微跟以前有点区别，对吧？现在加点没毛病嘛。师叔的花果跟狼的花果哪个强？肯定师叔的花果强。感觉紫禁城是不是加点宝宝加点有变化？你们说嘛？啊？是不是有点这种感觉？以前紫禁城力劈劈过去两千多，真的劈过去两千多，很烦。而且没金刚，你看到没？有金刚可能伤害更高。好，封法系了啊！先不让召唤，对战方活血是把法系先活满，摄魂青蛇怕清不掉。小死再点花果还没中，伤害差不多，其实血比较多。对面花果大蛇助攻了，那死士估计死了，还得稍微反噬。这小死怎么解决紫禁城这个小死的问题啊？刚刚打风狼一直也这样，小死老是不中，几把底伤都没中，真的。
紫禁城这地府小死这么不准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蛇是神了，这硬件没毛病啊，对不对？鞋子的封印是加了 1.94， 衣服封印是加了 1.85， 1.85 1.94， 两件封印装备加起来 3.7 级，对吧？六封印十一段，好，碎玉控了一手 Diff， 物极必反，真的假的？钱充的差不多了吧？感觉钱也差不多了。这还要怎么充钱啊？啊？很难，好吧，兄弟，有点难。小总挂不中，你说怎么办？国标阵容这小死太重要了，你看这回合啊，你看对吧，一把点杀失败，观战方这边两个全部休息，对，观战方这边两个输出就全部休息，蛇又一被清，节奏啊非常的拖沓，对，节奏非常拖沓。没拉起来，为什么？好，人丁选少死再点法系，对照没召唤物直接点进攻，紫禁之剑就进攻，一个字进攻啊、两个字进攻，疯狂进攻就完了啊。七指人法师也是纸人，但是纸人不一定够啊，2600纸人不够的，对吧？纸人弹夹也不够，纸人弹夹也不够。还是五回合，那么观战方这边琢磨着现在就可以延了。感谢小堂哥送的这个办卡，感谢小堂哥。开了地府封印，还相思寒针，开始走一把烟场。对战方没有召唤物啊，那么这个时候点死拔木是最好的，对吧？再去清清宝宝，有感知力批的话，可以把直接把蛇卵清飞。我老王躲起来是挺猛，好，孤魂命谱。被极限大克奈花果，对吧？四叔的花果山伤害感觉也不是想象中那么猛。这把又没有当头了，只有泼天。大唐平砍蛇胚，对吧？平砍加壁垒根就行。其实对面不防御的话应该也差不多，防御的话有壁垒，法系召唤，女儿补宠。这回合修整一下，对吧？再次进攻，十六回合还可以赢。武魂大唐，女儿补宠，化成活血。重魂，避雷。对面冲狂清大唐宝宝，清飞鱼岛这四只金刚壁垒也是 OK 的，对吧？很凶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哎，化身有大吗？有大，这把直接把女儿点了算了，对吧？直接把女儿点了算了，点了女儿下回合双眼了。看一下，寒春其他那就没点，对，其他肯定是没点。再演
神了。这两把岩场其实对鱼岛来说还行，鱼岛并没有什么，就是感到这两把岩场有点难以，对吧？难以抵挡，很窒息的感觉，对，没有出现那种很窒息的感觉，还可以。对，因为对，毕竟虽然对战方法师倒地起不来，这时候啊蛇招不出来，但是至少他宝宝是成型的。那么他宝宝成型，再加上花果山在场的情况下面的话，观战方这边蛇也是站不住，对吧？观战方这边蛇站不住。叫爸爸给你打榜啊，风和尚。主要是给蛇打个防御拳，主要是给蛇打防御拳。感谢清乐自送的办卡啊，可以，大蛇还是有威力的，对，当然补充没去贴啊。法师果然中魂了，意志很不坚定啊。宝宝集火一号，可以，这把掉两只宝宝很舒服啊，对战方清不掉蛇，有防御圈，对吧？还有护盾，这里得劈多少？爆了啊，可以爆。这样 PK 紫禁城，对吧？女儿有速度，女儿有速度，大物理有速度，都有速度。这样 PK 没有什么大理由输吧？感觉，你们觉得能输吗？点黑虎掏心，黑虎掏心这个点的话，现在没必要去点它，没必要点。啊，吃饱解无魂，解掉少里藏刀。对面水清泉，水清的花果山防了一把点上，舍身取义直接保蛇来。怎么说？干不干？抓了一把。黄泉之石抓了一把物理石，把这个护盾给抓掉了也行吧。对面是补宝宝了，请一三叠，再清理皮四千七，跟了一只，神了，可惜。对，伤害打不出来，鱼岛今天也是个耐花果，刚才大家可以看到血非常非常的多，看得出来，这种加点啥的，这都随便看看得出来的。对，这种东西看得出来的。给大家开一个那个吧，下午给你们开一个办卡，稍微办办卡，大家状态断不断是无所谓的。来，兄弟们办卡。办卡帮主播过过任务，好吧，咱们这个打打榜过过任务啊，送100元的点卡红包啊，或者小龙虾啊，或者小龙虾都可以，或者金盖小龙虾都行，你们自己选择就行了啊，自己选择就行了啊。打战地府防炎破甲给对面地府，那估计小死亡又水了。打针正常挂都挂不中，别说打针，打针是更挂不动，估计是要点地府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消死水了，水了，不用好水，好水，黑虎掏心点了啊，就干老王，就干你了。王一还被残血，无相诛戮啊，伤害刚好，黑虎掏心倒地，这张的时候吃几单位有点多啊，给蛇保一保，对战方式。花果山配合力劈击青蛇，还有贴宝蛇宝的很极端，对吧？极限，非常极限，有护盾暴击，宝蛇宝的很极限，没保住，没保住，其实没什么节奏的啊。对战方虽然对吧倒两个，但是没有小死，化身有人心，女儿直接拉啊，先把黑虎掏心给活起来。观战方这边缠住拉一口，
二十回合，主战方这边零元三元就得了，感谢绝对无敌送的锦囊，对面化身再走金青，再拉法系啊，单位全部拉起来，小死亡直接准备点大堂，六千，无下啊，三千是。也就是这个就是花果山女拔木啊，花果女拔这种阵容的一个伤害就输出不稳定性啊，大家可以看到啊，花果女拔这输出就是这样啊，点人怕点不死，感谢迷底炼炉梦送的办卡，送了办卡好吧，兄弟们参与一下，好心源了啊。对战方两个实体单位啊啊，两个实体单位，大唐还踩了干架，法系有星源可以走群秒，这回合自行车应该是点了三飘，还是打针给地府啊，防止地府的这个小死，水了啊，又水了啊，对战方点女儿啊，无魂傀儡没点破血，先清个宠，神了温姬。三千八啊，嗜血之际砸七千啊，又是没砸死，小死亡也没中，不过跟了群秒，星元的群秒威力还是在的，但是这边女儿可能还是要撬，大金顶给了大唐啊，没有顶女儿村的血性，女儿的血量已经很残了啊，还能扛一个吧，还能扛一个，这他妈平砍是不行的，要避雷，哎，我操！硬件啊，兄弟们，扛住了去了，你敢信？扛住了就对吧，虽然小死亡没中了，中了也就死了，鱼岛小死亡也不中对吧，这老王这老虎头也水对吧，不仅紫禁城这个小死亡水对吧，鱼岛小死亡也不是很准感觉啊，活血啊，老虎头给他活起来，你来读吧对吧，当头的奈啊，花果山奈啊，对面花果山奈啊，你对吧，你看这不可能中，不可能中，对不对？血多，你看他血多少了，对吧？他血多，耐道其实也一般，就血多。这花果山都血多，他花果山不是那种对吧？像正常就是极限大克的大唐对吧？是。幽灵卡十二层金封满的对吧，不能空切的这种花果山基本上都是温机没威力的，两边互相水封啊，反正小死亡狂水啊，好三飘，月下风铃虫恶心好吗，月下风铃虫好、哦、这伤害不够啊，加把王良补补啊，加把王良补补啊，伤害不太够对吧，加把王良补补啊，哎别龙宫不龙宫了，龙宫也没啥用对吧，国标还是拔木强，都用拔木，哪有什么用龙宫啊？你看珍宝也不在，也在打拔木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护盾顶一个，法系烧宠被控了，打不进去，紫禁城真打不进去。主要是节奏不好，小死亡也挂不中，节奏啊很差。
3.00元了啊，3.00元有巨剑，那大家都知道啊，3.00元有巨剑，有巨剑点的话，啊，碎玉弄影强控化身啊。金刚，然后长驱点嘛，给法师顶个大，再开封印，啊，终于中了，啊，终于中了，这把应该不会巨剑点，长驱点，横扫千金也行吧，啊，横扫的话，对吧？稍微那个，碎玉弄影轰的话，什么毕竟是，稍微稳一点，对吧？他因为他有配高速冲可以顶血，啊，走一把群秒。这鱼刀宝宝是真的能神啊！实话实说，鱼刀宝宝神了好几个了，紫禁城这边宝宝都没怎么神过。这鱼刀宝宝不飞啊，紫禁城很难受，好吧？不飞紫禁城很难受，你宝宝持续飞才行。6:2是吧？他宝宝飞他你才有节奏，他宝宝飞他血量顶不上去。因为他这是化身还算是有点对吧，有点事儿干的，你化身你得对吧，你得活血对吧，保单位血量，因为这时候对战方的血量并不是特别健康，保不飞节奏 打不进去，啊，相思寒针有了女儿的一把点神，准备盐，给了女儿的一把针，准备盐了，直接1.0元，给盐一把，对面直接缠住活血的3.0元，把血量全部拉满。好，孤魂命谱，给掉果山一，给了果山一把延长的话，那主战方这边宝宝是舒服，四只宝宝都不会飞，基本上。立皮开青蛇第一下招架，四只金刚立皮，看今天紫禁城的立皮伤害还行吧，啊，我觉得清不掉也正常，他妈把护盾，我操，把护盾还差那么一点点就清掉了，今天伤害是真的高，实话说感谢鼓浪屿大宝剑兄弟送的这个锦囊，感谢。感觉还可以是吧，这伤害怎么样，八宝级，但对面八护盾啊，大克跟宝宝也没关系，兄弟宝宝也不大克，对面主要是今天加点问题吧，加点问题，大克宝宝怎么加伤害啊，谁跟你说大克宝宝加伤害了啊，阵法克制加宝宝伤害亲测，我觉得这阵法克制怎么可能加宝宝伤害啊，那阵法克制还能加到宝宝伤害去了，不信试试，清主战方那边宝宝没清飞啊，化身又被封了，青蛇你问我策划行吗，你去问问策划，小齐说过，真的假的？策划回答玩家问题，我是真不知道，大克还能加宝宝伤害了，我一直以为是跟宝宝没什么关系。策划主要，大克主要是人物的伤害，那他妈的大克太舒服了，啊？能加宝宝伤害了吗？大克跟不大克这差距太大了。他们说假，好吧。百度查吧，查不到了这种东西。这种东西对吧？你得有专业人士来解答，好吧？有专业人士来解答。你百度哪能百度的明白？
啊，阵法之间的克制是对召唤兽是有效果的啊，对召唤兽有效果，啊、那是就有效果，但他这么说就有效果。双招，花果山一清飞就可以双招了。你花果山一点死啊，其实对于拔木节奏还是比较好，所以他们花果山加耐，主要是这个原因，对吧？花果山不能被点死，一旦被点死了，观战方那边召唤物啊就比较舒服。那你现在这个游戏打珍宝阁被珍宝阁大克，他宝宝又好，那他妈真的打不了。啊，寒针啊，直接打地府啊，防小死是吧？打地府主要是。我操，直接我操，这把可以啊，这把直接偷化身了。看法系吧，看法系吧，巨剑直接偷化身，这把很有花招。失血之气直接砸法，和尚死了，有大死亡。哎，其实这把这么点的话，那要无魂，哎，他无魂对面法系干嘛呢？对吧？这把如果这把你是这么点的话，你这把应该开无剑啊，我觉得，你们觉得呢？对吧？还能多两回合小死亡，大死亡，对吧？直接开无剑还能多两回合大死亡，那这样你肯定没花招了，对吧？这样你搞，我觉得对战方肯定是一只羊户，对吧？宝宝直接拉起来，我多两回合他也是一只羊户一样，没用，一只羊户宝宝直接拉起来推拿自己，下回合吸收。啊，防止你出羊户，哇操，这把牛逼！啊，风宠防止出羊户，直接准备空切对面法系4000开刀，3400都是暴击，最后一刀空了，对面法系蛇招不出来，女儿羊户拉不出来，蛇卵被击飞，哇操，这回合的节奏太牛逼了，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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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虚了，要虚了，这节奏无敌，好吧。这个两个回合的这个节奏，对吧？先是一把巨剑加嗜血之气斩死化身，啊，一把空切对面法系，但是小死没有化中啊。然后封印女儿不能出羊户，对吧？对面是肯定出羊户了，对吧？女儿出羊户拉起化身，直接推拿自己。这个是阵法效果，雷阵对召唤兽有效果，对其他阵法没有效果。他是说克制，你得看克制。他刚才那个上面说是克制是有效果的，虚了虚了，肯定虚了这个。说哈了兄弟，说哈了。来，没有送办卡的兄弟们帮主播送送办卡的拉榜好吗，兄弟们啊！感谢灰太狼送的办卡，感谢啊！帮主播的拉榜送送办卡，兄弟们，100元的点卡红包或者小龙虾啊，都可以选择。这肯定虚了，这还考虑啥呢？这时候对吧？送个1块钱，办个卡片，带个勋章，对吧？老来看直播，勋章都没一个，对不对？我不然都能记得你，是吧？你这勋章都没一个，你这搞毛呢？啊，地听被清飞了，无所谓，少了女儿村。法师正规不带着虚弥，法师有虚弥多好，拉起化身，对战方准备对吧？搞一搞嘛，但是你扛不住啊，你这阿国对吧？落雨金钱砸死，渡劫金身，开封印，有仪式群秒，虚弥再招，咬神无所谓，法师跟黑虎掏心倒地，跑路对吧？鱼岛这个，哎，鱼岛打花果国标是不是很不适？